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真佛宗台北中观堂的常住上师释莲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莲月上师您好。佩君师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莲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在前两集的节目当中呢，莲月上师跟我们分享到宗喀巴祖师在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的偈文非常非常之美，我们想要请莲月上师继续的跟我们分享。好的，那么这个偈呢是哀悯正受无垢道，如净空中现彩霞，灭诸细论而不动，皆能授予最胜慧。所以我们在前面两集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前面的两句，那么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灭诸细论而不动，皆能授予最胜慧。什么叫灭诸细论而不动呢？其实细论跟不动刚好是相对的，细论就是动的，一切会变化的啊，在整个我们的这个宇宙来讲，我们每一个星球地水火风它都是会动的，就只有虚空是不动的。那么在我们一个人的一个生命因缘当中呢，我们的生老病死，我们种种一切的因缘是会变化的，但是我们总忘了我们有一个最清净不动圆满的佛性。因此当我们遗忘了我们还有一个不动的清净的圆满的虚空，那么如果我们只看到虚空中所变化的彩霞乌云，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无明了。所以呢在十二因缘里面，第一个由无明形式一直轮转到生死，就是那一念无明，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看清事物的真相。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句灭诸细论而不动，这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我们每一位众生都有一个最清净圆满的佛性。因此呢当我们的生命在产生很多种种的变化，我们的色身在产生种种变化的时候，我们的心还能够安住在不动的状态。所以呢莲生活佛在讲六祖坛经里面，莲生活佛提到什么叫做无念呢？无念不是坐在那边没有念头，如果坐在那边没有念头都可以成佛的话，那么我们一块石头也可以成佛啊。好，所以无念不是没有念头，而无念呢都是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世间的一切，我们的心没有受污染，就是无念。无念为正觉佛宝。所以呢当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世间的一切，不管是外在的因缘还是内在的一切的这种我们的贪嗔痴无明在起伏的时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我们的心没有受污染。那么在这种状态里面呢，不管你是在禅定还是在做任何的事情，在生活上我们随时能够安住这个不动的清净的心，那么这个就是灭诸细论而不动，这个就是无念为正觉佛宝。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理论，我们要让大家明白，其实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位众生都有一个非常清净圆满的佛性，它可以叫做真如，也可以比喻成净空。那么当我们了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通透的智慧来关照我们所有生命当中所现起的种种变化的因缘。那么在变化的因缘里面呢，我们能够在心里面保持安定跟清净，那么这个就是修行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了。是，感恩莲月上师跟我们做的分享。节目的最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全新第28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就免费的送给大家。再一次的感恩是莲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这个礼拜六的早上同一时间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授大圆满九次第法，我们星期六见。阿弥陀佛。又到了真佛密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真佛宗台北中观堂的常住上师释莲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莲月上师您好。佩君师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莲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在上集的节目当中，莲月上师跟我们分享宗喀巴祖师在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的偈文的第三句第四句也是那么样的美妙，而且充满了智慧，请莲月上师继续的跟我们分享。好的，第三句第四句呢是涅诸细论而不动，皆能授予最胜慧。那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跟大家分享了涅诸细论而不动。那么我们在明白了我们一切的细论，那么我们的心都能够安止在一个不动的状态里面呢，啊，这个就是很高根基的行者了，因此皆能授予最胜慧。那么其实呢，莲生活佛就是将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无上甚深的法要口诀心要都传给我们的，所以我相信呢，听闻密宗道次第广论的所有观众朋友啊，也是有无上甚深的智慧跟因缘的。所以呢，我们要修法，我们没有具足一定的根基，我们很难去了解法里面甚深的意义。所以在文献佛教里面是提到，我们都了解文字。那文字里面的甚深的意涵呢，如果没有一个比较高的智慧高的根基，也没有透过如实的实修的话，我们只是在表面上的形式在那边转而已，所以这是很可惜的。所以莲生活佛呢，他这一世呢，其实他得到很多尊贵的传承，得到很多尊贵的大法，像红教的大圆满法，像黄教的大威德法，像花教的大圆胜位法，这所有种种的法，包含白教的大手印法，莲生活佛都得到了最高的传承以及修正，所以他这一世呢，才能够把密教演得如此的淋漓尽致。所以我们这一世，我们真的要了解密教，我们要实修密教，我们一定要读师尊写的书，一定要听闻莲生活佛所说的法教，尤其密宗道次第广论。那么下个礼拜再为大家继续分享宗喀巴祖师的偈。感恩莲月上师跟我们做的分享。节目的最后，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全新第28季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就免费的送给大家。再一次的感恩是莲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您今天的收看，这个礼拜六的上午同一时间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授大圆满九次第法，我们星期六见。阿弥陀佛。